是求方程式的解。这一题我们用公式解，公式解的话 S 等于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， 好，把它带进来，所以 S 等于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 等于2分之负3加减根号17，因为根号17已经没有办法分解开了，所以就是答案。